咗呢個獎啦。多謝。係咪自己台上面嘅時候都會特別有感覺？因為自己都係一直都係 keep 住自己創作嘅歌。我覺得其實上台是比較突如其來，即係上面都有講，我都係即好似突然間一下好多資訊咁樣，所以我而家暫時都仲未 process 到，但係係開心嘅，好多謝攞呢個獎啦。我喺呢度可以公開多謝人哋嘅，係啊，咁我想喺呢度多謝喺華納做嘅King 同埋阿紅啦，幫我做一個做一做，係啊，幫你做一做，係啦，同埋都同一時間都多謝我幾個在華納裏面的助手和經理人，多謝大慈庚，多謝馬力，同埋多謝Justin， 係啦，就係乜？係，同埋多謝呢首歌幫我寫呢首歌嘅 Teddy、燕樂、Perry， 幫我 mix 嘅 Josh， 同埋寫詞嘅林海峰，係啊，同埋幫我錄音嘅 Mountain， 其實係前日咯，係前日，係前日，係啦。咁好嘅生日禮物。我覺得。都是一個好的生日禮物嚟嘅，但我覺得琴日我同一班 friend 去咗Big JJ 食夜晚，其實我覺得已經很開心，所以呢個是再加上嘅啫。我覺得而家已經幾開心啦，係啦，係啊，唔應該 shout out King 添，對唔住，好。咁你有咩生日願望？其實生日願望，其實今年是唯一年冇生日願望嘅，因為之前每年都有啲嘢想，但我覺得今年。是挺好，即係2022年是挺好的一年，咁所以就我覺得明年是加把勁咯，即係重複今年可能再好啲咁樣，咁就係咯，2023年再整多啲歌，佢可能我都可能喺其他唔同嘅範疇會見到我嘅出現，係啊，就係咁啦。開多啲 show 啊，今年。係我 actually 上次好多記者上次都係咁樣，都喺度啊，即係上完咗 show 之後，咁好多人都問我完咗呢個 show 之後會唔會開紅館啦？咁我覺得一致認同係不會嘅，係唔會開紅館嘅。呢個紅館係好耐之後先會發生嘅一件事，咁我都相信我要準備再好啲先可以踏上呢個舞台。咁我覺得我會可能玩翻啲多啲地下 show 或者細啲嘅 show 咯，咁可能係會多啲 show 嘅，就會比係咯，即係細啲嘅 show 咯，係啦。啱啱未見我，其實唔係之前都有見過佢噶啦，所以今日未問候，係啦。會唔會都有問過嘅機會咧？之後即係2023年再睇下啦，我哋係啦，都有默即係私底下溝通嘅，所以係睇下點咯。做咗幾隻歌嘅嘛，咁當中你有冇粉衫？呢啲商業秘密唔講得，對唔住。好，唔該曬。Thank you。Thank you。Thank you。